知大家撞的好不好呗？有好多房主的建平里，原来是拍照打卡。有没有拍照打卡？没有。他基本上就是说是仿古的复古的那常常呢，基本上这边是个空地嘛。那我说的就是电视剧有拍的时候都会来这边拍一下，所以呢这边呢是一个拍照的好景点，所以呢我们行程呢现在来重新来这边坐在一起。基本上房子它应该都已经修好了，但是我们还是不算是就是算是散客，但是呢你要跟他说的话，能够把家庭大标起，基本上还是和朋友或是跟你家人坐在一起。这些东西呢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去给你，好，但是我们在旁边协助你们哈。但是你进去的时候呢亮相不止，因为大家都来买东西，对不对？还有东西没有打包，对不对？我们到了机场，因为在机场蛮大，我们先找一下碰碰，然后大家呢先集中一下，要上洗手间或者要再次打包行李的人呢先再打包，打包好之后呢就开始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在哪个，一直要到第几号是华航的坐票，台北那种大型的行李呢是直接挂在台北。那你们都知道挂了行李之后一定要拿行李上去嘛，拿行李上去之后呢先不要急着入关，我们先在旁边我先汇合一下，等到呢全部台人呢都挂好行李之后呢，我们呢稍微再看一下之后再